李嘉欣呢日就喺马场出席活动，佢透露仲有两套剧未出街，唔知会唔会受到安心事件影响呢？我同佢曾经合作过一套《雨蝶同埋》，但系都好耐之前我都播咗出街，咁所以而家暂时新嗰啲就冇同佢合作。其实李嘉欣同心颖私底下都几熟络，李嘉欣事后都有揾过心颖噶。熟啊，因为我哋可是可非已经识噶啦。反而嗰陣時合作得最多，但係之後劇集咧就合作得少啲。但係去啊，都等佢可惜咯。我有 send 過個 message 俾佢嘅，我有冇啊？其實都冇乜點講啲乜嘢，總之叫佢加油咯。不過最近佢 po 咗張同屋企人嘅合照，加曬口罩遮樣，就俾網民話佢抽水喎。哎呀，那個又是一個很得意，即純粹我成日覺得我的社交網頁除了工作之外，我都只是想播，即係 post 一啲關於我生活的點滴啊，或者一啲生活的感受，即係呢個一直都有做嘅。但係嗰次是因為媽咪生日，咁我覺得望住張相，我覺得我哋一家人都笑得很開心，同埋我覺得很久都冇一張全家福咁樣啦。咁所以我純粹，但因為我屋企人很低調，我自己都很低調，我不想俾佢哋個樣太清楚啦，咁我又覺得打格仔或者啵咗佢哋又好似唔係咁好喎，即係始終屋企人嚟噶嘛。咁喺個 app 度揾到個口罩，咁啊幾得意啊！但係真係冇諗咁多嘢，但係就俾人聯想到好似係咯。但係當初嘅原因其實好簡單嘅，即係並唔係大家諗嘅咁複雜咯。